言差不随意愿力，大乘见宝塔上帝永强消，金珠焚心佛，一同欲开塔，傲说地界情中动欲意愿，用心来体会啦，也是要给大家人呢，爱好好记忆、听经啊，爱静傲连贯啊，重要的不断，每一天就是这样重复，再说，再提醒，大家人发入心，爱用心体会，爱知影，道宝佛塔永现法会上见证。这道宝佛塔的永现，在迄个法会内涵的意义，法咱要真深去体会，因为伊甲咱的心是真密切的关系。咱的心，甲这段文啊，以迄个法啊，是袂用的疏漏掉去，所以会一再甲大家人重复提醒，宝塔道宝佛言差。不随意愿力，安尼，大家人伫心内呀，是毋是有勇气了记忆力？是毋是有浮现着记忆力无？因为我甲大家讲过啊，大部分有一个心愿力了啊。就像《法华经》也无讲，啊，为什么《法华经》啊，在多宝佛的时代无完成这个愿呢？就是缺缘呐，欠了会当动机地主来请法的。缘呐、啊，因为安尼无迄个因缘呐，痛厌本怀，佛佛道同，每一寸佛啊，心愿就是爱来愿教说法了后。爱完成伊个心愿，那就是说法爱圆满呐。但是《法华经》也未讲，就是因为欠动机的因缘，亲像下流法。亲像现在大敖说菩萨呢，这拢叫做动机者。在这个道场内底，佛所说的法真精彩，但是呢，大家人也无法度真透彻了解，大家人的心。还有无尽明了，
好亲像，要有欠一点啊，什么？那就是需要这个动机者，伊了解大家人，甲伊的根基差不多。那佛所说法呢，伊有体会，但是呢，真侪人也未真了解透彻。啊，伊都要负责任起来请教，请佛呢为大众啊，将这个法清楚，和大家人耐心嘛，会当透彻了解佛说法。本来就真清楚啦，是在意呀，在根基未改，或者心意，在根基也未够的人，无法度去理解，所以要有根基未改的人，爱有人发心。动机起来问啦，这个机会要把握，叫做动机佛说法这个时刻，大家人想要知，也未真了解，一定的要有人安尼来问吼、哦，所以这个所在就是有。道波佛塔现前，伊的心愿未了，佛陀呢就帮道波佛讲伊的心愿，因为伊未听法过。道波佛塔是因为要听法，所以。伊的宝塔全身涌现，意思就是要让咱知影，人人的心嘛，法到底有清楚也未？出花体的道理了解无？化成一真空啊！大家人清楚无？到底化成的道理有够妙有的境地无？佛陀呢已经啊，甲大家人讲啦，带大家人亲像导师呢，带大家人不只是出花体。搁再经过化成啊，来印证，予大家人体会了解。啊，这个体会了解了后，安尼是毋是都对啊呢？对，啊是毋是呢？停啊，毋是。佛陀爱要搁甲大家人讲，持法华经啊。俗佛的慧命，《法华经》就是有佛的全身在，所以发殊品的重要。刚完了发殊品呐、啊，开始呢就有波塔现前呐、啊，波塔浮现出来了，就是要互咱了解。人人有个灵山塔，人人应该爱真清楚，法离咱无远，伫咱的眼前呐、啊。所以，宝塔浮现出来啦。这虽然我一再讲啊，大家人的心中，这个宝塔。是不是
有建立在你的灵山会无？灵山自在你心平，经的意义有入你的心啊无？啊，经的意义入你的心来，也你到底呢？有刻在你的心板里无？那有这转盘的法啦，都拢在你的心里，都亲像呢，多部分的转心共款，因为咱人人诶真如本性，自古至今嘛，咱。不增不减，人定定有啊，来来去去啊，人人本具真如，但是啊，无去启用伊，一当阵，佛啊，释迦牟尼佛，就是希望咱人人唔通。送死去了，迄、那个心愿，时间咧过真紧呐，大部分啊，过去，伊就已经咧失去了迄个机会啦，因缘，伫迄个时代欠了动机者，所以呢，缘差不随。意愿力，伊就是无讲这个发花经的机会啦。所以因为安尼，专心在波塔中，这就是表示呢，咱的真如本性，久久埋在咱的内心里，咱就是这个因缘未到。欠一个根基因缘，所以咱人人有一个宝塔，这个宝塔呢也未开啦。宝塔内底呢有全新的果佛啦，全新的果佛已经涌现，这个宝塔涌现在咱的心。咱的灵山会，咱灵山会上也已经浮现了宝塔，就是法咱拢有咧听了啦，但是呢，还未见到大部分的转心，所以大牛说菩萨啦，伫释迦佛。道场呢，大牛说菩萨啦，就是动机者，他就爱代替大家人来向佛请求，要看，会当看到大部分塔内底呢，的大部分啦，所以讲大众。见波塔，将地涌强消，将地涌出啦！哦，真高呐，两万里啊！那穿过了云霄去哩啦，所以叫做将地涌强消啦，真高。这就是表示啦，已经超出五行教法，这《法华经》啊，人人已经呢，将小乘的声闻、音感
直到菩萨啦，菩萨万因啦，一直向佛的故乡行，这呢，这是已经发大信心的坚定意愿，已经冲破了这份凡夫心啊，起起落落，是专心的向前，这就是将地涌出，哦，那尤其是呢，突然过了这个穷乡，所以金珠分身佛啊，一动欲开他，因为释迦佛知影众生啊，听法，这个弟子听法啦，这个意愿已经大开啦，发大心啦，所以大宝佛啊，应该现前一时，大牛说菩萨啦，来代替大家人，请法佛陀就讲。分身佛拢爱回集，今诸分身佛一同欲开他，拢总到位啦！知影佛的心意，拢总归位啦！诸法归位啊，做宝树下，世间的礼节规矩拢有啦。这张林呢，用这个形象来披露，其实这就是法，真重要的法呢，在这段文的内底里，所以奥说地界情中动欲意愿，这是大奥说菩萨啦。知影这众生啊，佛陀的弟子，大家人共同的意愿啊，所以这是大众期望啊，对期待会当开宝塔、建高佛，这大家人都有这个心愿吼，到底真如本性。是生作安怎啦？人人分歧，到底呢？家己拢总也未发觉，到底是安怎？所以这个所在，大众期望开宝塔，建高佛。应该清楚了，人人本具佛性，真如本性，千古以来不增不减啊！随着咱来来回回，所以大宝佛啊，愿力殊胜。诸分身，大宝法是应用大宝法这个意境吼，因为伊家己无有痛本怀，所以伊有安尼的心愿呐。除了听经，这个时阵呢，嘛是爱将过去的法呢。爱搁再接转来，就亲像阿兰如是我闻呐，
过去20年间无听到的话，佛陀爱重新说法。安尼，咱现在呢，才有法好听，应该是同款的道理啦。所以讲，要看多部分啊，要专心呢，必须爱集。接来诸分身佛福灵施惠众，要让现在这些分身的佛拢总到位，就是法啦，爱搁再集回来。伫现在的惠众啦，伫分身之多啊。哎，好，这个人，大家人，搁再回顾一下，法谈空说义话，众笑尽大，那回笑向大呀。这个过程已经有偌尼侪法呢，所以哎，好，大家人会当知伫分身之多。国地诸佛为开他而来，所以知影，这法到底过去有偌济啦？就亲像知影分身佛已经布善种子有偌阔去啊呢？在善种子啊的法呢，应该浮现出来。大家人搁回想一下啦，亲像咱住者50年发祥地啦，从这个所在开始，50年间呐，会当将这个法甲精神理念已经布达伫偌远。偌阔的地方啊，无偌久以前啊，国际组织人啊，做组织事啊，不断安尼转来回去，有仁义会，有各地菩萨而来，这敢毋就是法的分身啊？则1月初开始呢，又是国际间的组织人爱回来修正咯，也未修正的以前啊，因现在伫各地啦，拢伫咧建设培训，时间到，因爱回来修正啦。从11月初开始，纷纷归来，归来呀、啊！这就是时间，这就是法，法，哎，不断不断呐、啊，再回顾，去体会，去了解法，从这个点已经。开始摊开，共一个法啦，无量数的人去应用啦，去发挥呀，去救人的工作啊，愈来愈多哦。所以，地主佛为开他而来接方，哎呀，怎样要把这个法啦？开始呢，得来证明，证明这个法已经安尼回接回来，真真正正建设培训，一批一批呢，拢爱搁在最后回来修正，这就是同款啊。同款就是爱
修证的时也到了，啊，就是见证啦，爱来见证如来随类化现，应如是法啦，自来啦，咱当年呢，就是安尼伫咧循环见识培训。见识培训啊，这两三年间啊，开始因发心都在行菩萨道啊，立灵根啊，行菩萨道，这拢是伫咧见识培训中立灵根去啦。这几年的时间做了后，家己真欢喜，我决定我要修证。这甲咱的人间法、人间法甲佛法是无脱节的哦。所以，如来随类化现呐，普应群机若月临众水明化身。就亲像如来应如是法来来去去，这就是安尼。自这人啊，爱经过见识培训的人群中，安尼历练过来，开始这亲像呢，这个化身。那化身呢，就譬如啦，亲像迄、那个月啦，因为化身爱普应群机，爱真侪人去应无量人的需要啊，就亲像梅基这个台风啦、啊，伫南部呢落大雨啊，大雨南部山区水啊过凉啦、啊。红山啦，伫台南呢，宜兰、台南，搁再较往南去呀，好淹水啦。有的囡仔要去读书，到个学校，学校拢淹水呀。老师的办公室，囡仔读书的教室啦。啊，拢总应注意啦，所以囡仔呢，只好啦，就是临时取消上课，七八个学校拢是安尼，所以政府呢，及时宣布停班停课。啊，因为是雨水安尼，学校都淹啦，人家也淹。人的家庭也依嘛，自这人啊，搁再集合起来动员呐，几那百人呢，都开始高阳顶顶啦，都台南甲高阳拢总呢，就是安尼集合，再搁再分组队啦，去相聚啊，组。吃小滚滚的便当啊，安尼不断去发送，哈、啊、去听老人家啦，真惊哈、啊、有的人都受损呢。啊，阮家昨暗嘛无得困啦，今仔日肯定嘛无得困，看外口淹水啊，内底。水未消啊，已经呢淹到眠床起来啦，哈嘛唔知阴暗呢要安怎困啊？去听因诉说呢，因的困难，听老人呢心惊啊，家己一个孤单呀，无电无水呀。无法度煮食，真呢，同款啊，
在菩萨涌现呐，都安尼分组队，安尼呢组队普遍赶紧进去吼，这就是菩萨涌现呐，众生所需要。也伫高阳呢，灾情搁较重啊。山区呢，迄种崩山，而且呢，土石流啊，带去了人的厝，消防警消啦，有警察、消防队啊。开始要找人救难队呢，到位啦！住这人爱阁继续勘灾，那伫就近的住这人的家庭，就赶紧的开火室，赶紧召集大家人住，也会当供应予救灾难的人用。也会当呢供应好，也无法度起炉灶的人，有的厝也阁阴掉了，有的伫咧摒扫，看，这就是叫做菩萨啦，随类化现啦，普应群机，这就是啊，当众生所需要呢，因就是啊。应现呐、啊，所以随类化现呐、啊，普应群机啦，都亲像呢月临涨水，明化身，都亲像一个月映伫水的面顶，涂骹只要有水啦，不管是湖水、溪水。地水，或者是窟窿水，或者是呢，涂骹面上呢，安尼小小的一窟水，或者是一瓮水，那只系空中有月啦，还映伫水中呢，这甲化身的意思同款呐。虽然呐、啊，月。映在水中，但是真实有月啊，亲像是佛佛所说的话，已经入咱的心来。其实呢，这个水映月啦，亲像是从释迦佛讲的话呢，映伫你的心灵，你知影真实有这个月。这个月呢，是在咱心的深处，心如太虚啦，如虚空啊，心包太虚啊，咱大家人拢清楚，这个法是恒古不变呐、啊。咱哎，当头讲哦。是以天地合一啦，天地万法啦，咱哪会无呢？有啊，日月啦，无不都是伫咱的内心里啦。所以，也未生活的以前，咱拢总是化身，用这个法来去证明。有阿弥的法入咱的心来，这就是菩萨入灵魂去啦。所以讲，若月临涨水，明化身，咱就是听法来了解呢，佛法是阿弥。
专心成愿见证，欲开塔啦，那必太释尊应接分身佛啦。这就亲像宝塔现前，迄亲像月伫咧映水共款，这也是一项引导人。甲咱譬如呢，咱的真如本性就是亲像安尼一塔，吼，从凡夫啊，二十五有的烦恼无明，化成了千千万万种的无明烦恼啊！因为安尼佛陀应世而来人间，甲咱教育才会烦呢，都亲像月影映伫咱的心窝，咱的水面顶，互咱了解啦。所以月圆临江水，这就是什么款的水，都会当互咱知影月是生做安尼，互咱知影宝塔是安尼。其实宝塔是伫咱的心灵，那化身佛是安尼，已经呢生活啦，发挥伊的效用的普遍。人间的烦呢，已经人间受用，真的同款的道理啊。所以专心成愿见证，宝塔是来见证真实法吼。那所以大家人真想要开塔，要爱了解真实法，更搁较了解。所以必太释尊啊，应接分身佛，把这些话啊来归纳起来，就譬如一丁啊，燃无尽丁，一把丁火那点起来啦，无尽一丁啊，都安尼引出去。世间都光亮起来了吼，这些文呐、啊，虽然呢，好亲像真重复，但是是足重要的啦。来，下面的文呐、啊，爱搁清楚了解，这是昨讲过的经文哦。来，善男子啊。你往的吉下佛山，释迦牟尼佛所，如我是愿，消病消怒，气力安乐，及菩萨声闻众，悉安稳歇。啊，大家人拢平安无？佛平安无？佛的心境啊，众生好多无吼？佛的心是不是真安？真呢，爱自问呐吼，是不是真安呐？啊，众生有病呐、啊，佛都有病吼，同款的道理啦。众生有烦恼。菩萨就有烦恼啦，这些佛菩萨所忧所苦，无不都是因为众生啊。下面接落来再讲吼，以此波华三佛供养，持足时间，彼摩迦佛啊。以欲开处波塔，诸佛遣示，亦复如是。一段文哦，那以处波华，
那就是啊，分身佛拢到位啦。虔诚者呢，那用最虔诚的宝花去供佛啦，去礼拜，去问安，把这个宝花散在佛上啊，这庄严道场啦。这就是以最尊敬心地行善化供养何弘传佛遣来意，把这个礼节都完毕，才开始表达呢佛的意吼。那日作时间呐，必无教佛，我是受无无佛啊，把我派遣来的。这就是讲，虽是释迦所分身的佛，而一一佛啊，各有名号，各因无教吼，讲话给大家听，无一定大家人呢，拢是同一个名。你用这个法，无共名的人，大家人拢会当用。用这个法啦，去向无共的人说法啦，同款的道理。所以讲，比无教佛是无无佛啦，无无一位。安尼，甲我教育，我会了解，我现在来。来代替呢，教育我的人，我来啦，就亲像要回来修行的人，不一定委员拢对因回来哦，还是委员带出来，有代表的人带因回来，啊，带因回来呢，开始要修行啦，到时阵就会讲我从倒位来。我是什么因缘啊？来了解自己是什么人导我入来的，真呢，同款的道理啦，吼。那各因无教吼，这就是安尼世间法啦，甲佛法同款吼。比无教佛是分身佛，各教。是者代称其名吼，啊！你若转去，你就讲什么人带你出来啦？什么人牵引你吼？那、经过了一段时间培训过啊，所以已经呢，会当堪得修正同款的道理啊，这无教佛啊，就是什么人？派遣我来啦，那即地分身不必改名释迦，所谓我在异国，境有异名。这个我就是佛，释迦牟尼佛啊，所讲的是佛，佛在异国度啦，同款的。教化，教化修法的人，同款修行，同款生活啊。但是呢，无同的名，这就是法成就人成佛吼。所以同款叫做佛，但是可以无同款的名。那这的分身佛。拢到位啦，所以意欲开处波塔。
因为呢，这波塔现前呐、啊，就是知影这个盛会，大家人拢聚集来，是诸分心佛啊，为欲开波塔，所以来者，就是干那为着要开波塔吼，那四处大众，这个波塔呢？就是来见证，所以多宝佛之愿已修，也已经呢来听法啦，才会发隆重接话啦。释迦佛呢应多宝佛的心愿，这些两尊佛的互动吼，一尊佛呢为着听法，也是要来见证；一尊佛呢。是说法呢，就是应果佛所需要，所以这叫做愿已修，这心愿已经得到了，所以敖说自称未遂，大敖说菩萨呢，想要爱佛陀开开他。一当阵也未开呀，故诸佛当欲开处波塔，因为大敖说菩萨呢，请佛开塔。佛陀讲多宝佛啊，耶佛塔现前，伊的心愿就是我的分身拢爱回集，我的心回集分身佛教。才会当开宝塔，大家人应该会记。所以即马呢，已经分身佛拢到位啦，多宝佛的心愿也已经得啦。那接落来呢，就开始啦，哎，请佛啦，哎，开宝塔，因为呢，在天数的使者呢，拢来啦。表达每一尊佛都是为着开宝塔而来，吼、哦！那那时呢，释迦牟尼佛啊，见所分身佛，悉以来接啊，各国作以所住其座，吼、哦！这些佛见分身啊，已经安住。安坐的宝树下的树主坐上，这就是在分身的法已经呢隆重就位啦。意思就是法拢已经呢就位啦，在法呢隆重呢归位来，所以诸佛为伊方便力啦。化处处有缘之众生，分身于十方，而现生佛之相。这就是啊，让大家人更加了解呢。诸佛为以方便力，每一尊佛都是同款啊，方便的力量。阿弥呢，慢慢引导众生入来啦。咱即马拢了解咯，吼！佛陀莫非就是爱咱人人会当成佛，向着成佛的道路行，唔是呢？独善其身，家己唔是。所以，诸佛啊，为伊方便力啊，化处处有缘。的众生到处都去化缘呐，啊，用什么去化缘呢？用法，法就会当安尼布散到每一个地方去，无一定呐。就是释迦牟尼佛行住世间，法行住世间，人。世间法啦，都、就是有安呢，生老病啦、
最后就是灭啦，灭道啦。但是法呢是因行啊，法历久常新，久久的法啦，应着世间所需要，还是不断呢爱变呐。所以三变正道，就是爱应世间所需要。这就是咱爱从了解啊，这个三遍正道呢，无不都是要让咱了解人间无火体，爱赶紧出火体。啊，火体外有三机，爱好好去选择，上好是选择大便娘机，那就是大车。这就是咱爱真了解，再来就是呢。化成那了解啊，这个法不断地咧滋润咱的慧命，然后呢，咱更爱个深入了解大乘法啦。定点劫以来呢，咱的真如不变，永恒存在，咱应该爱真了解。了解了后，拢总清楚。发大心啦，发大心呢，这拢总是方法的过程啦。了后呢，爱咱爱大家人真重视《法华经》，《法华经》呢就是佛的全身，爱了解。有《法华经》的地方，在《法殊品》就讲应起宝塔，在这品呢，宝塔现前啦，这。照顺序落来呢，大家人应该真清楚。所以呢，化处处有缘之众生，就是安尼用种种的方法历经千古啦。法是不变，但是呢，应世之变吼，应这个世，就亲像呢，迄个月。淋在那个水的面顶，不管是什么款的，只要有水，都会当如水应月吼。那如月应在那个水的面顶，同款呐，法就是安尼呐，分身于十方啊，日现生活之相。所以咱来用心。用心的时时啦，时时日常生活中呢，所接触的无不都是真实法，只要你爱时时多用心嘛。